这边的这几台赛车呢，还是拼得非常的激烈。要知道，这两台黑色的都是 SND 车队的车主，都是要受罚的。 现在，维尔斯的91号的 U.S. 车队赛车正在不断的追赶着前面的马庆华。马庆华这边呢是被超越了。对，二号弯超越的时候是。